神性情講到法，因為人好多時咧，因為活在律法，成日都係要人做乜，叫人做乜。律法兩個部分，一個部分咧就吩咐人做乜，愛神愛人啦，祈禱啦，呢啲唔係啱嘅，冇錯嘅，遵從神啦，離開罪啦。咁應該律法亦都係警告人嘅，即係話你犯罪有咩後果啦？如果你順著情慾殺種，就必從情慾收敗壞。呢啲係律法。咁所以好多人咧，成日都係你要做乜，你要做乜，你冇做乜就批判啦。